请坐一分钟自我介绍。白小姐，好漂亮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啊！你再说一遍，我录一下啊，录一下啊！开路了啊！你觉得自己是老公的合适人选吗 ？Well，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男人，嫁给我是你最好的选择。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能给你女人所有想要的一切，车子、房子、钱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你不要盯着我看，我知道我的45度侧脸是最完美的，还有90度，还有90度，你不要盯着我看，你不要盯着我看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帅到这种程度会有多大的压力。你为什么来相亲？妈咪让我来的，妈咪说我需要你这样的女人，能宠着我，爱护我，保护我。 然后每天都哄着我睡觉，你说话呀。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吗？白小姐，我的肌肉长这么大，你来摸一摸。白小姐，我的光头你这么光，你来摸一摸。白小姐，要不要来摸一摸？会动的啊。 会动的啊！哈喽，晶晶，我是周帅。